时嘛，都是一个业报呈现而已，来当人而已。啊，你这个我们那么真实，你不修以后就到地狱了。那个人在哪里？你的人都不见了，没有，他是跑来跑去的，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那里。啊，你24小时呢？你的心都跑来跑去，也没有完全在人道。啊，一下生恨就到地狱去了，你的在中地狱阴了，一下执着又在当畜生了。有一个师父的这个弟子哈，他就被他的叔公呢，就是师父弟子去洒大悲咒水，啊，就有一个人啊。他的祖先啊，就是他的家族都在捕鱼的，捕鱼那就他有学佛，那他的叔公呢也都捕鱼，他有一天往生了，他知道这个学佛以后知道这个业很重，就带着师父的大悲咒水想去帮助他，那他要带着两个阴阳眼的去看。他说：“哎，你看我叔公，我要跟他洒大悲咒水哈、哦。啊，你现在他因为他捕鱼嘛，业障可能很重哦。啊，你帮我看，啊、哦，他看，你说哇，两座山都是他捕鱼的，你都跑出来，不要来讨债。那个叫做罪证，确凿，对不对？那些都证人啊，被你伤害的。”那两座山在那里，看你怎么样到极乐世界去？那个不要这个证人呢，那个不要判刑。